可以当成是上衣，然后也可以当成是扎起来的上衣，一样哦，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同布料，超级弹的，谁都可以穿的弹性布料，也是粉丝们最喜欢的料子哦。那它一样，我帮大家做上三个经典的颜色，就是蓝色、白色跟黑色。小高领的部分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全弹性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哦。它的弹性超大，你不用担心它勒脖，因为它是棉质的，它副乳的地方也遮了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微微的削肩给大家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典雅。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我们 MIT 台湾独家制造的这块布料？因为它完全不挤肉，弹性是巨弹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蓝色我觉得搭纱裙特别的曼妙，搭白裤特别好看。你看它白色不太透，然后呢，它一样是怎样，完全不紧。我们这块料子真的做了太多的衣服跟背心，真的是大获好评，才会一直做不同的款式。最近我很喜欢，就是我觉得它可以穿出一种典雅的性感。再来跟大家讲，它这边就做一个上切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会切到你的肉，看不见你的肉哦，好不好？再来，如果你想要身材比例好一点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背心扎进去，然后做一个微小高领斜肩，你不觉得这整个穿起来气场度非常的强大吗？